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莹莹，好久没有起这么早了，也没有吃过早餐了。我今天特意起了个大早，然后带朋友们一起品尝我们河南特色美食名吃胡辣汤，吃吧。两串一份胡辣汤，煎包，煎包一份，两串一份胡辣汤是吧？对，要两个粉条蒸包，水煎包，肉的素的各来三份，还有2块钱的油泼包，是不是要的太多了？讲。这个什么，这个是蒸包，还有煎包，还有油馍头，这就是我们的主题胡辣汤。这家店是我以前经常来吃的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喝过胡辣汤，今天借此再喝一下我以前的爱吃的这家店胡辣汤。然后要了两份，一份我的，一份摄像大姐的。这个是两串，这个是胡辣汤，看一下它里面都是什么。这种豆制品，豆，这叫什么面筋，然后木耳，还有牛肉。我吃的这家它就很简单，里面东西不多，但是味道很赞。一般像别的地方它可能里面会有粉条啊，会有其他的东西。我喜欢吃两餐，就是胡辣汤里面加一点豆腐脑，这样的话我觉得大早上呢吃太辣了不好，稍微不那么刺激胃，还不错了。哇，良心卖家呀，都是大块的肉。哇，太好喝了，好吃好喝。太好吃了，摄像大姐赶紧吃小油条。这是最经典的吃法，好酥啊。没有过瘾，我好像没有吃饱，再来点饭后甜点豆浆。我最近的胃口可真大呀！走吧，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，Go。